食欲就是借着各种教学的方式培养孩子正确饮食观念的饮食教育。孩子小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食物的真的味道，味道的那个记忆，他会把它当作妈妈的味道跟着他一辈子。那小孩子经过自己亲手料理之后，其实他对那个东西就会跟你直接端给他，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觉醒年代需要您我一起来。